有冇知喂？有時病遷嚟知，所以咪講病遷嚟到，係咪咯？咁就知話，因為佢換音嘅事，替病先，咪講替病先。先。有冇知喂？我睇你換了解，究竟你替病是按住款嚟替病？啲對路嘅關係嘅對路嘅正形是按住係。阿帕米聖經加泰書第四章六到八節。Galatians chapter 6, chapter 4, verse 6 to 8,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至八节。那这块呢，我是看经文记载，你的上帝，那人叫天父，阿爸天父的上帝，为你生命做一个奇妙的计划，以为你做了什么？那来看。因為他敢做一個奇妙的計劃，在世界為了什麼？為了罪，他把計劃來講為了路，你知道嗎？加拉太書第四章第六到第八節這樣講，你人既然做一個上帝，做一個家子，神就派了他子的靈去教你來面，你人的心來面，讓你才能叫阿爸去面。阿咱看来，大动经以后，你无不再是奴才，乃是神的囝。既然是神的囝，就靠了神，成为神的后代。但是古早无认为主的东西啊，是何个本来不是神呢？来做奴才，咱别阿头见到。假说感谢你，我都出于圣人。今早起我从你家己个了交入主的手中。特别上帝求主你向人讲话，好叫人明白你，好叫你到现在去体验到主对人的大听。我感谢你听几多，有就是舒服以下音声，给人同在，给人讲话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圣经记载一项真要紧的代志，伊甲你讲，上帝啊，这特别上帝就是你阿爸百姓，天顶阿爸百姓。为汝到对来做嘢囝，我咪去问大家讲，汝是上帝囝？汝是上帝囝。伊为着要让汝做嘢囝，到对，伊派嘢囝耶稣基督嘅灵入到你生命内面，入到你心内面。这心话原来意思是叫生命。有之外，大地伊派嘅灵入到你心内面，即个为嘅过程 process， 伊做了几样在哦。伊需要用伊囝耶稣基督来死，定死到十字架顶，然后伊留落伊宝血，点先把你解化出你罪咒诅，伊宝血把你解偷把你断黑暗魔鬼撒旦的死来行出来，然后伊死把你解活入他的阴生，然后伊身躯破碎把你解医治你的生命，等于咱做诶点先，你把你解来到上帝位。来做耶囝的位，也即话你注意到啥物件？耶稣为着要传对个耶稣呀，伊做了啥大嘅工作？为着你，为着你，拍牌去咪？为着你嚟讲，也即话，伊为着要何路来叫伊阿爸提名？伊牺牲咗家己，伊牺牲了伊嘅囝子，也即话。今日你知唔知你天父落爱你？今日你知唔知你天父心是安怎？真正坐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家，你对天父的认识，对上帝的认识是怎样的？你感觉心是宽大的，真正宽创造宇宙万面的上帝。然后你看法，你的看法，上帝是远远就好了，梦想近的，因为我真惊，是不是？然后，你会感觉神啊，讲到神的点声，伊是心乱。你看旧约的点声，你看伊那烧着烧着烧到毛毛啦。你看啊，这块啊，那心乱。你对了伊的点声，你是惊吓，因为你感觉有罪，你感觉你不配来到头前，你感觉你灰灰看到伊，甚至你感觉我在你教会内面，那属灵的、那圣洁、奉献者，那看起那圣洁的，把那个是正正的挖见上帝，会看到上帝。然后一经验上帝是上帝囝，汝是上帝咩囝？歹囝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
前错了，你完全错了。今日我就是要让你知影你天父的心，你阿爸天父的心怎做。但我咪甲你讲，伊是安怎款来关心？但是我咱来看，你阿爸天父的心到底怎做？第二个咪甲你讲，伊关心的需要，好吧？你来讲咧。一关心的需要，咱上个来提问是要问的，这坎坷拄到的，但是侬不来知伊经个一个抗战，伊看过，伊关心你的生命的生活内面的每一个需要，阿妹，咱看是圣经，但是话，咱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九个十一节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九个十一节 ，Matthew 7:9-11， 咱注意来看，耶稣跟咱讲，咱阿爸天父的心怎做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表现了你看，咱的天父个性。你看到耶稣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就会正正看到上帝贵的生命个性到底怎做？然后耶稣在跟你讲，你天父阿爸天父，到底是按怎款来关心你？来话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九个十一节，圣经讲，你咱中间就是有饼求饼，翻了对海石头的；求鱼翻了对海蛇的。你咱虽然无好，欠债知影也好，的物件互你惊钱。我甲恁讲，你天顶的天呢，岂不是也是叫做大家无将好的物件和求伊的人吗？系咪即款？注意嗰啲十圣经啊！耶稣讲，你天顶的天呢，大家无将好的物件和你吗？我话你记得嚟讲，天呢要将好的物件攞嚟。阿妹咯，听你即款。我就比如耶稣讲到天父，就是伊用哪咪甲囝的关系来比喻天父。有时话耶稣就讲，你做一个老板，啊，要做老板 ，OK， 咱下年做老板，咪当做老板 ，OK， 阿弯做老板啦 ，OK， 那等你做老板，等你开始，佮伊心情啊无想的，是不是？你哈咪咪也咪想袂听，对不对？你哈咪物件，本感觉就会惊，无去在你家己一路摆物件第一位，对好你是不是老物件？是不是？对贵也是老物件，对不对？你会使家己食无好，穿无好，会使欠家己，不无欠物件，对不对？但即卖耶稣就讲，你做一个土脚的老板，你咪要将好物件互你惊。伊向你求鱼，你袂将石头给伊；，袂将这个蛇给伊；，向你求饼，你袂将石头给伊，对不对？特别像这时阵，咱做老板啊，咱人明白咱人家己，我家己明白我家己，我家己是不足的，无够业，做了总无够的。我会惊钱边啊，有阵我会见到咧 SP 误会，有阵我会惊钱边啊，发多了我唔知，发多了我就知。你暫時冇得錢回家嘅，借嚟講，都顧唔到你個物嘅仔，借到邊啊？你話到，我仔我肯定不着，但是我係盡量將對好嘅，何謂驚？我嗌我驚，嗌家差唔多就係冚站，就是講，你做嘅老闆，我老闆你明白我情情啊？你做嘅老闆你情咗仔啊？過驚過急，過度敏感咁樣。我会惊头一惊出来，就是啊，互你硬惊，就讲未一回，就是啊。我买三鸡就起来烤，我买三鸡就起来食牛奶，我买三鸡就泡牛奶来食。我拄个是康庄时，我会惊在 SP 个楼顶，你就伊我困咧放喺楼顶，了我望喺度哩低位，楼下听，或是看电视机啊，或是讲话了，突然间喂红音听到，听住，别别烤，听住，撞咗起，就你困了，哇！家己车叫喂哦，家己车都未必好喂哦，同一个未必好，撞住你，哎，就你困着了。
嗱，因為我不時不時咧，碰一啖先就俾啲群嚟有啲咁嘅地址喎，幫介紹嗰啲就，佢就話我明日自己幫回咗啦，想幫介紹。阿拉斯阿拉直行嗰度係先喂，後面説咧，你個話係咪聽？當耶穌講到天邊，搞到佢關起嚟，佢就用路咁嚟聽。佢講路雖然不足，路雖然不夠好，做得不夠完全，你未要做好嘅嘢，好嚟聽。我咁樣講你天邊。你天命比路骨个完全，比路骨个好，比路骨个足，大家一定将好个未有。兄弟们，但是真济时阵啊，人做天命惊有啥？人对天命完全无了解个，人常常啊，未感觉到天命好，你命也是最好个，是不是？人常常爱个啥？爱物件，但是咱人未接受上帝给咱好的物件。今日阿叔个讲人之外，伊个讲无论汝是虾米人，只要是汝是上帝家己，伊要将对好落去。人之外，汝相信？因为个讲人物件都注意听，我要个讲人物件都注意听。你上帝啊，别将达行你爱的物件，何路？佮一摆听，佮一摆听清楚啊！你天父上帝啊，别将达行你爱的物件，拢将何路？明白无？但是，伊会将对你最好的物件，何路？啊，最可以用在阿爸爸，阿爸爸。伊未将干了暑假的面好，但是伊会将最好好。我来十几回了，拍拖了，不知道行查某还是未行，还是查某了，还是咩？你在维修生用所办的维修生，就是大弟一九九十几年对俺的那手一条挂 ，I always love you， 是不是？所以讲我跟你挂车了，做古仔挂车了，不啦？这不是都系失恋啊？阿妹在饮酒啊，小人家，你知道？心软啊，你知道？听到这首歌就 ，Hannah，We always love you，We always love you， 那我听这歌就那那把油啊，心软了，我心里面想，安怎要离开我？我阿妹也无好，安怎离开我？我小姑娘对咱物件，你知道？心软。好的话是心疼的话是疼到几百步了。但当你要看对了之后，我讲我该讲了，你了不起嘛？有几多中意的？可不就是伊啊？那是伊啊，真正大哦。哈哈，那你当时的了之后，怎么？我搞笑诶！当时了你爱，我无甘愿喊说失去，我无甘愿喊说呢，喊说这喊说上帝话，我无甘愿，我看不到头前一面。我看不到上帝好，我係更加好嘅排頭啫。所有排位，係咪今晚都算唔算你翻？都唔是上場排位，我上帝無論是你，無論是你，但是我講啲咩嘢？上帝必將所有無數界物件嚟學你嘅，因為那是可以將所有無數界物件學你嘛，都天下排位咧，我講。但是上帝會將最好嘅物件。有，所以阿姊妹，真係時時諗講乜事，就諗係聲人嚟。咁感覺無好嘅，佢一定無好嘅。就是諗想是最好嘅，感覺未來唔一定好。總之，那是你相信上帝，聖經裏面以下所表面上嘅，你看，你天父阿爸，阿爸天父會將最好嘅物件，何如對佢建議咁樣？那是讲你了解阿爸天父的心，系咪千万？你同阿爷爷见面嚟啦，同阿爷爷见面啦，无论遇到咩代志，你心就安定啊！因为你知讲你阿爸天父必将无好嘅念头，阿咩？你失去份感恩，你提高份感恩，真系从失去嘅唔系强求，因为阿爸天父嘅野草，佢入边嘅对无好，叫你弹掉嘅，叫你感恩。係咧，雖然都唔會笑掉，但是對佢係最好。
兄弟姊妹，因为伊比咱人较完全，安尼。所以我当时我来提白话，离开咱遮远的，大个一个空间，看袂到咱的需要的。圣经耶稣甲咱讲，咱阿爸提白，其实是关心咱的需要的，佮真正一件细心的关心的需要的。阿门。第二个要讲，兄弟姊阿爸提白，关心的同在。来讲关心的同在。心里头在。爸爸，你记袂咧？佮讲你阿爸听咩？真正暑假看到女诶。阿爸听咧，看到女。阿妹咯，咁就做啊！来，咱看圣经，从马头鹰第十八章十九个节节，马头鹰第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，耶稣佮你讲。耶稣讲：“我讲予你听，那是拢中间有懦人，在你地上动心合意，求啥物？我做你天上的天父，也着为人成全。因为无论我大路，有懦三个人奉我名求的，大天父都为我大天拢在中间。兄弟姊妹，你注意着啥物件哦？”在做圣经里面，耶稣甲你讲阿爸慈悲，伊安怎款的关心你同在，安怎款的暑假，看到你开面呢？圣经里面耶稣讲到啥物件？伊讲懦的人，拢就靠懦的人就好啦，还是懦散的人，白白的，知不知？你慈悲就来了，你慈悲阿爸慈悲就做中间了。耶稣无你看到啥物件？你阿爸提白的心啊，是如何关心你，是如何希望佮侬白白了？你知唔知？在你圣经内面记载，阿爸提白对你佮侬白白了，咪做了好物件？耶稣基督在你圣经记载，包括耶稣基督死了十二架，你听啦，这边一对开，独一对开落去啊！在你圣殿发生了啥物件？在圣殿个咧门里啊！可等，就是炸窑越柜越柜，够难的，迄条门哩。因为对阮只搞知识个所谓两声，要柜柜哪样？内院啊，外院、内院、圣所、至圣所，柜哪样？然后你要去搞至圣所，然后超大条个只门哩，炸窑越柜柜，那是神圣的所在，入去死个啊！当时个人要去伫只所在咧，只有利未人出手。Levites， 利未人，诶，中间的大祭司 High Priest， 然后要进去的话，一年一到呢，伊要经过这样子洁净的礼，不知道要安怎进行，要做祭祀，袂使亲近的无，然后袂使动死的来死死，要禁止洁净家己咯，把路好势咯，把路该使行进去。然后你叫我讲江山崇拜些，然后向你卡到去八字隆隆，一条大条的链。然后你接气的当时啊，因为骨会软的，接气的当时后外口的，伊会卡手过来 ，Q Q 的卡的。那是伊叮当隆隆的，证明咱无死过。那是讲接气的 Q Q 的卡的，伊无隆隆了。第二道 Q 的佫无隆隆了。第三道 Q 的无隆隆，伊才讲只有 Hybrid， 即技术拉伤，已经死到内面了。伊人拖出来，用家己袂使强逼，用链拖出来，明白用？迄个布棚呢？迄个戈登就是炸窑、越柜、甲人。当耶稣一下离开，嘟，一下死，一下死，上帝劈破伊个一个布棚，我叫做门里啊，幔子门里，大滴面底劈到一底。注意这个动作啊！这边耶稣等上帝等了，耶稣在对开，这代志在做成了。这边踢伊个棒子，刺！注意啊！耶稣在对开，这边上帝踢伊棒子，听得清吗？你注意到这物件？你看到耶稣？你看到是你阿爸天父的紧张？一旦要做这样物件，是偌济世代，
伊看到伊个儿子无一条亲戚，安尼痛苦了一年，伊笑了伊儿子，伊哭无伊儿子来到伊身边，所以当耶稣做一样个代志，死死啊！伊堪要拆破，安尼慢子，耶稣一死啊，堪要拆破这慢子，原因啥物？原因就是堪要要看伊个儿子来到伊身边，堪要要看到伊个儿子，要甲伊个儿子亲近。要可以今日直接祈祷，就成个今日，你就手举起，或者就从心内面成立心啊，心灵成立，就叫天父啊，阿爸天父名，你就叫到伊了。古早的因为罪杀了路甲伊的关系，伊需要用耶稣的血来破除这个罪的墙，需要耶稣的宝血来破除你生命罪的诅咒，洁净你，让你的堂头来到伊位。因为是知性结的，有罪未使坏，有罪坏就死亡。你们知无？你看到耶稣在死，伊一边跳；耶稣在死，一边跳。你看到你天平真正暑假在变变啊？你看到你天平关心，你甲伊同在。但是我希望你从今日开始，你来个找上帝了，是啊？你看法的改变，今日教会聚会，你不是为了要看我，不是要参加一个聚会，你不是要找找兄弟姊妹，不是有啊无了解的物件，你要传了一个心，今日要教会了，是啊？不是来找你天父。你天命真正暑假看到你，阿门。我用一个真正感性、加 emotion 嘅，去表达你天命心。而且我讲，唔是讲今日在你教会解决了天命，咱唔是办公嘅，办公要去啊本地啊，庙会找到伊就拜拜，好嘛？咁，咱唔免，咱在角落。在邊嗰啲空中、嗰啲地上、灰落落，最少要其他教會基督上面聽到。但是我未如感受到，你慈悲上帝的感覺，我未如感受到你慈悲上帝的心，伊對你是偌疼痛、偌渴望，你家己同在。你知嗎？對你家同在了啫，伊要來祝福你。好像做人以為是愛上帝，我跟你說，不單止你需要上帝了，你知不知道上帝需要你？你阿爸天父需要你，就是你需要看到你驚，需要感覺到你驚，你驚到你身邊，讓你感覺真正安全感，真正歡喜，有無？有無？我會的嗎？我會驚到離開我，我會感覺無咩安全感，像怎生活幾多對面你提拔上帝本是安尼款的，因为是爱的心，爱要有对象的，对不对？你爱的出来，你要有一个对象的，你爱你找朋友，爱你某，爱你兄弟，你兄弟你某，你找朋友，爱你老朋友，爱你，你种爱是互动的，互相叮当的。一般个真爱，一人未爱，我爱去爱爱边，爱插头，爱墙壁，你着，你着要有对象的。所以特別是愛的心，伊是充滿愛的，伊愛就要有對象，伊對象就是咱人。所以當你在你的親近面，你講三人多啦，兩人，當你三人，好兩人真少啦，伊真正疼痛，真正渴慕來到你內面來疼的，有知嗎？我希望你今日开始你对你阿爸天父的改变，我希望你较侪关心淡薄仔，我用只 emotion 的声音，只感性的声音来去讲，我希望你较关心你天父的啥，唔通对忽冷忽热，无要无紧，你怎样在你天父爱你？今日前晚，今日我都看到阿爸天父的心，伊唔是只只会大，甲你抱一个垂钓，
伊是真正真正出爱的，常常真渴望你同在关心你亲近的。所以你若是亲近你阿爸天父，体着伊的心灵啥，伊嘛哪会无祝福呢？阿门。阿门。所以兄弟姐妹，今天我要讲，你阿爸天父关心你家己的感谢，真正暑假，你家己妹妹，阿门。我来天父大家讲，天父阿爸天父，暑假看到你了。啊，看下子喎，阿门喽。来，最后我来看，阿爸天父关心我阿咪，大家讲关心你灵魂。我话你听咩？大家讲，阿爸天父关心你灵魂，啊，看下子喎，关心你咩？阿罗马可以第十八章十二到十五节，马可以第十八章十二到十五节。Matthew chapter 18 verse 12 to 15. I think this part is 12 to 15. 耶稣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比喻，让我们看到天父的心。这边讲到有一群人。那是有一百只羊，一只是走无了。你人的意思安怎？就是讲感觉安怎？伊毋是放落只九十九只，往山顶去去找迄只迷掉的羊吗？那是找着了。我实实在在讲给人听，伊为着这只羊会欢喜，比为着迄个无迷失的九十九只猴，好较大。人住伫天顶的天父也是安尼款，伊无愿意人失去一个。来，我们来读几个字啊。天顶的天父也是安尼款，伊无愿意人内面呢，碰见一个。阿门。你看到天父是？其实咱想咱感恩嘞，当上帝看完，是上帝想看袂到咱内面。假如我讲，你牧师可能看袂到你，这是我要讲圣经嘞。上帝人啊，是万事啊，连我的名可能会袂记啊。万事真济到拄到人就嗨，真清楚，把伊个，你在内面就是啪啪啪一名名，一名名就是对。查我讲个某天啊。咱个兄弟啊，小阿叔啊，用一台车，阿叔叫你名名。介，阿你一年做兄弟了啊，忽然间我都想到阿叔名名，我讲名小，你贵名是阿你姓阿咪啊？阿你一年都唔知姓阿咪名名嘛？白就来记啊，白就来发你啊。今日我叫你，今日我兄弟妹，我唔一定要知今日你名，是不是了？你无知了，无知了，我完全注意你，我是人啊。我未完全会将我的关心予你啊，因为我有影不足啊，安尼济物件要做啊，对不对？咁在圣经内面注意啊，你慈悲上帝啊，阿爸百姓啊，是安怎款安怎款的对付的？伊用猫啊，咁你知袂？这边讲到一百只猫，碰见一只，一百只碰见一只，你会知啊？迄个猫打的声是啥个？无一个无半声，你看你了，搞你上，哎呀，搁上面呢，搁上面个了，你叫上黄白个了，上面你叫，都是八将个，我讲你出来话，你吃物件啦，还是你碰见物件，碰见吃苦了，把它发觉掉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咪唔知碰见物件，养我八将个叮当个，走得去，再我搁你吃碰见哦。一碰见啊，伊把我搞到高只，我把我搞到高，伊捶咧一只哦，搞到高只有吗？碰见啦，伊抓顶伊无只，响捶咧一只哦。兄弟妹，在这边耶稣在讲物件，你提白捶路啊！今日来高堂啊，来信主啊，唔是你朋友带你来啊，都唔是牧师叫来啊，唔是神来捞来无啊。是天父垂听的，
体白，阿爸白心，阿爸摆在那面前慢慢一波一波传进来，感动，叫你吹你进来，不是人的想，不是人，是体白，因为你体白白路啊，你体白窄路哦，窄路是罪哦，窄路问题哦，你听矮路哦。今日我会卖记录，但是要提白，卖记录。你讲做啥物中间啊？一只你袂使拍无啊？迄一只若拍无，伊咪揣伊对来啊？你提白关心个灵魂，伊无帮上我，头甲尾，伊无帮上个我。你到底唔捌伊个点子啊？因无放上去，你就算忙，我把你当当玻璃耳朵，因无放上去哦。所以对你提拔阿爸提拔啊，是有一个错的思想的啦。你感觉你做得好咧，要上条路。你要感觉你要熟练啊、性格啦，还是对好人咧？点子啊？伊把个错路，伊把个慢，伊是安尼款的哦。你错了哦，你提拔。大的我袂捌伊念啥，胖子的念啥，伊就当你吹牛啦。伊是用无相的办法安排，都蹲在伊身边，好得劲，得劲。你看到你阿爸提的心，你明白个心吗？你感觉到佢爱你吗？你知唔知？那人嘅阿爸天命是为伊一个真正爱嘅人关心啊！所以你知唔知？为啥来亲近你？为啥来祈祷？为啥在伊面头前来去感受着伊嘅疼？也祝福伊人啊，伊平安的，因为单调路的，伊单调舒服路的。我听咩？安尼看得听，路帮着伊心，路边边回应哦，这才重要。很奇怪，但是我希望你对你听咩，会看法的改变。忙不在我位，伊唔是单条同个姊妹仔伫那水里桥，伊是正来水里桥，甚至咱做只姊妹仔可以挡袂了，但是伊骨是坚爱个，那是因为高烧出来，伊生来无常。那是你感受出来，你是知唔想？那是你感受出来，你今日就谈到头晕，你今日就有信心来对天命，你都知影你天命，阿爸无天命看好你，你是安款的爱你。等你感受出来，你就无咧用伤的心啦。你要做好物件，等你晓得阿爸天命的爱我。我不应该伤你心，天天明白阿爸提咩事？他话你咩？咁阿爸提咩爱？阿爸提咩爱咯？关心咯？关心咯？你知唔知？听未见？你提咩心？是关心你需要，关心你人才，你恰恰关心你灵魂，未来前途。阿妹。Come back again.